喂 ，Brother 超啊，北京冬奥啊，台湾有个滚轴溜冰嘅女运动员啊，阿黄毓婷啊，着咗件中国队服练习啫嘛，哇，即刻俾佢岛内嗰啲网军啊，大大力咁鞭挞啊，喂，其实着件衫啫，基本上都系中国籍噶啦，使乜咁紧张啫？唉，你话呢啲系咩心态咧？玻璃心，二招心又高，心灵又脆弱，小小事呼天抢地，你以为佢系网军啊？水兵嚟嘅啫，玻璃心一碰就碎嘅啦。喂，仲有啊，美国 NBC 有个女主播啊，话开幕礼嗰时见到有个维吾尔族嘅女运动员啊，燃点圣火啊，佢话呢个系向西方传媒嘅正面反击啊，赤卡嘢嚟全美国围插佢啊，问佢系咪俾中国收买咗？喂，其实讲事实啫，咁都唔得。哎呀，呢啲话咩心态咧，真系。花旗心，花旗国嗰啲人咧就唔输得嘅，加比人大大巴咁刮过嚟，抹黑中国失败，谣言不攻自破，花旗心系唔会错嘅，错都系你错、啊。喂，又玻璃心又花旗心，咁多心点搞啊？人多嘅地方自然多心噶啦，乜心都唔好理，最紧要啲运动员玩得开心。哎嗯、喂，有乜？喂，冬奥啊开幕啦！畅衰冬奥香港代表队咧又出场，队员啊罗冠聪啊郭明亨啊领队贝洛西又话香港冇人权喎、啊。喂，仲有个黄丹啊，搞个咩激光投射 show 喎，周围射到华盛顿啊、伦敦啊、纽约啊咁，话要 free Jimmy Lai free Apple Seven 喎。系咁噶啦，即系过年过节咧，即系主人家摆大寿，总系有班流浪汉喺你门口搞马骝戏，冇嘢噶，你封封利是俾盘寿包就打发佢哋走噶啦。博阿爷俾个福袋你系嘛，摊入边有部三星折弯机，最好又用个冰墩墩等你去炒，想创你个心啊！我哋识抵制你啦，等你我睇冬奥啊！啊、美國叫人抵制冬奧啊！阿拜登點解唔睇奧運噶啦？嗰啲高官都唔睇噶啦。萬一啲運動員攞咗冠軍，佢咪唔可以第一時間去道賀？唔睇喎！拜登唔淨止睇啊，仲喺官睇個亮燈撐啲運動員啊，唔睇。哇！咁啊，又一次揸流灘杯個冬奧，跟嗰啲馬仔就慘啦。又一次做咗馬騮戲，呢叫閉環式管理睇冬奧，一個人靜雞雞睇。虎鹤相应、啊、师傅劲喎！喂，新精头啊，我都想学翻套拳啊！你学拳系为咗强身健体啊？你又为咗哈哈爸爸？当然唔系强身健体咧。啊，咁就啱啦！嗱，依家套拳啊最 hit 噶啦，叫做新疆人拳。喂，好喎、啊，新疆美国可以新疆学拳喎、啊，唔使新疆学嘅，美国学得啦，系佢哋发明嘅。嗱，新疆人一耍出，搞下你个东澳啊，搞下啲贸易关税啊，咁就有着数嘅。喂，碎料嚟嘅啫，有冇啲劲啲啊？有，一套美国人拳。切，咪即系西洋拳有几劲啫？唔系喺擂台打嘅，系出埠打嘅，一出招就冇命噶啦。你最近啊喺叙利亚啫嘛，话追个恐怖分子领袖啊，俾你唪打一轮啊，就死咗15件啊，有5个系妇孺同细路啊。诶，再之前啊喺阿富汗撤退啊，一架无人机嘣砸落嚟，1家10口又冇命啦，系咪招招都冇命啊？哇，师傅，几十条人命啊，唔系人权嘅问题啊，系人命嚟噶，中东的命不是命咩？诶，唔好咁讲。他們是保護美國及其盟友，令世界變得更安全。美國講人權，美國更安全。